你是那个你们家这个苹果得看着什么样，你今天带了吗？带了。啊，嗯，带了，但是我拿不动，太多了，得让小二哥帮我拿上来。赶紧把咱家苹果拿上来，让大家，让吉林的观众见识见识，啥叫好苹果。那得找小二哥，我拿不动了。等会儿啊，燕子，我建议啊，咱甭管是像佟老板是卖二手车的，一号是卖水果的，然后四号是卖蔬菜的，甭管卖啥的，各显其能。咱们看看这苹果到底是咋能卖得出去。哎呀，你说是不是？行啊，啊，先让小二哥把苹果拿上来。小二哥，我们来看看这苹果啥样的啊。哎呦，这苹果这颜色真不错呀。小二哥，我拿的可不止这些，还有呢，苹果呢，得吃了呀。啊啊，我拿的比这多呀，燕子姐。拿多呀？嗯。那你这才一共才上场了几个姑娘？你在台后造成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也不怕噎着啊？我能操持你几个苹果吗？真的？你的肚子咋还见长呢？啊？我就拿了一个，是老王拿的。就拿一个啊？王姐。然后还有呢？来来来，然后呢？还拿啥了？还有给八号老王拿的。啊，给八号老王拿的。还有呢？啊，来，还有呢？哎呀妈，你都下蛋了，我看这是啊！哎呀，这我跟你说，这是乙醛公司啊！啊，太好吃了，主要是。还有呢？没了。啊？秀秀里。哪个观众说秀里还有呢？秀里来。哎呀。啊？那还有呢？还有俩。帽子上。我太客气了，我发现真没有吃的啊，我就得自己那啥，我拿一个。哎呀，我觉得这苹果真好，你看这个颜色，这色泽都不一样啊。来，那找哪个小伙子能下来给我们卖卖苹果？我是专业的，这是专，我是专业的，我是专业的，他们都不行。一号，嘉林啊，他们都不行。来，十一号，佟老板是不是？哎呀，来来来，那我掌声有请两位，有请啊！全程热烈。东北爷们啊，多钱一个？让一号说，你总卖苹果，你给个价。3块钱一个，5块钱俩。让你先做一下介绍。准备好了啊！你先做一下这个苹果的介绍，做完了咱再卖。新到。2020年年初的啊，大苹果，全苹果啊，无事故、无磕碰、无水淹啊，绝对没有一个烂点啊，绝对没有一个烂点啊，这玩意儿嘎嘣脆啊，一咬老甜了。这是二手苹果吗？啊，无事故、无水淹啊，好。然后高价收啊，同款苹果啊。来吧，来，快点啊，快抢！先尝后买，可太甜了啊，太甜了啊！哎，拿上去啊，5块钱仨，来，10块，来啊、哦，那边都不想买啊、哦，我的苹果挑的好啊、哦，这里可以不给钱，太甜了，来，那有筐，把筐拿来，谁有现金，来，谁有现金？还有没有苹果了？嘉林，上这边，给苹果了。哎，给钱了吗？没给钱呢。哎，来，拿钱来。我的钱给我拿过来。哎，我捡的就是我的，谁要？这买不着都快急了，卖没了。来，这边，看已经开始数钱了啊，快点啊。41、42、43、44，谁少给一块啊？你咋还能卖出44的价呢？不是谁少给一块呢，我感觉。我查完了，你看算账都算不明白，你还卖二手车呢？再数一遍吧。10块，20、30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四，谁少给一块？谁少给一块呀、啊？你现在问人谁
谁少给一块谁能答应啊？你当时收钱的时候咋寻的？你整得像我蜜一块了似的。啊，你就收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十，七十，苹果多啊？确实这个多。七十嘛，七十。那边还少一块呢。他少一块，他给他就给他加十块，他才五十多块钱啊。做买卖怎么做的呀？怎么能少一块钱呢？苹果少，但是确实整丢一块，整得像蜜一块钱，那你下来卖个苹果，还得对个缝的。大家伙都吃着苹果了啊，买着的咋样？味儿咋样？啊，甜吧？不但卖了苹果，还给咱家苹果做了广告，俩小伙还拿出这种实力和热情了，嗯，多好啊！谢谢两位小伙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下一块下午给你啊。